同学们，告诉你们一件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学校为了让你们快乐的学习，决定每天给你们发免费雪糕，但是为了你们健康着想，每人只能发一勺。哦，这么少呀？就是啊，还不够塞牙缝的。这也算好消息吗？明天记得把勺子带过来啊。好，下课。来，同学们，一人一勺啊，不许多挖。来，老师啊，我忘带勺子了，桌上只有挖耳勺。没事，好汉同学，你就当尝个味儿吧。老师，我来。哎呀，二狗，你这挖的也太多了吧，都有两三勺了。就是，你们不要太较真，谁让人家有勺子呢？行，既然你们这样做，就别怪我放大招了。等着，哼！哎，肉肉，你干嘛去啊？这轮到你了，你怎么又走了呀？老师，肉肉他不吃雪糕，不如你把他那份也给我吧。你想谁说我不吃的？肉肉，你这是？你拿的是勺子，我拿的也是勺子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师，你看看。二狗，你不要太较真了。哎，老师，这一勺就是我的了，我走了啊。老师，这他哪里给我们剩下了吗？是吗？老师，哎呀，我不管了，反正这还够好汉的五勺，你挖吧。这，哎呦！欢迎关注懂爷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